见过水晶般的冰山，野马似的雪水河，冰山埋藏着珍宝，雪水灌溉着天。这几天，他没什么动静。挤羊奶、做奶疙瘩。要是不知道他的底细，我真就以为他是那个路子的好媳妇儿，一个良家妇女。咱们是不是把他看得太紧了点儿，让他行动不便？有道理。马占江现在在金沙川闹饥荒。一定非常需要粮食。这么大的一件事儿，你说她一个孕妇忙得过来吗？阿米尔，你回来了。一班长，能不能让阿米尔吃完晚饭再走啊？不行不行，吃完晚饭还得去学习啊。是啊。布兰丹，不行啊，阿米尔不能总是请假吧？你看，我们每天巡逻都经过你们家门口，如果天天在这儿吃饭，那怎么行啊？这兵不像兵，战士们该有意见了。再说了，让附近的老百姓看见，岂不是太不像话了吗？是不是？知道了，一班长，是你不让阿米尔留下来。布兰丹，对不起了，你别生气啊。俺替阿米尔谢谢你了，阿米尔，走。驾，就驾。这个古兰丹木是假的，他的真名叫古里巴尔。解放前，国民党在新疆的少数民族当中培训了一批训练有素的特务，他就是其中一个。在新疆国民党军队起义之前，他受命潜伏到了塔哈尔，为了完成把新疆变成反共基地的使命，他的组织伙同了马占江，策划了一场让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阴谋。到了这儿之后，他就冒用了古兰丹姆的名字，在纳乌鲁兹家落了脚。不要小看这个女人呐。我们到塔哈尔之后所遇到的所有麻烦，都跟她有直接的关系。这个女人一天哭哭啼啼、是是非非的，真没想到啊。她脑袋里有这么多花花肠子呢。哎，排长，怎么不抓她呀？
我错了。说说看，你错在哪里？你想啊，他在塔哈尔，肯定跟那些大大小小的特务都有联系啊。还有那马占江，他们之间也肯定有联系。不疼不痒，咱就不能挠他；戳就戳到痛处，挠就挠到痒处啊。咱们得把这帮人全给他弄起来啊！你看，我们三班长啊，成了谋士了。嗯，学会动脑子了。二班长，你这小子满脑袋都是历史，你是个秀才。 这一班长呢是个满脑袋雕梁画柱的木匠，我高顺是种地出身，但我也不是傻子呀。一定要提高警惕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保守秘密，不能走漏风声，配合我们的卡师总指挥部，把在南疆潜伏的特务一网打尽。接下来我们要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、引蛇出洞，放出风声。 造成我们的驼队要再次运送物资的迹象，我相信特务一定想知道我们骆驼岭的秘密通道。叶班长，记住，要让阿米尔去接见古兰丹姆，很多话要由他来告诉他，古兰丹姆才会相信。老骆子，老骆子在家吗？山米尔先生，老陆现在不在家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我上回收了你们家的羊毛，还没给钱。啊，那您进屋吧，我给你沏杯茶。解放军加强了岗哨，可能又要过脱队了。珍珠保佑。 马占江有救了，这一次不能再有别的意外了。要情报准确，解放军的驼队经过的时间和线路，可能还是那条秘密通道。沙比尔，我们得动动脑子。解放军是外地人，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有秘密通道呢？这里连最有经验的老牧民只是听说过，从来没见过。那么。 在塔哈尔，谁有可能知道那条秘密通道呢？清真寺，阿訇。沙比尔，风声太紧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有什么事儿直接去找山影。该他出面帮忙的时候了。哎，怎么样，阿米尔？最近。 看了古兰丹姆没有？没有，班长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没有觉悟了？哪儿啊？俺只是想跟你闹闹家常，聊聊天嘛。现在情况那么紧张，还有心思谈家常？哎，这俺就得给你讲讲这木匠活了。这木匠做活啊，要绷墨线，这墨线太紧了不行，啊，反而没有弹性，太松了，怎么也画不上去啊，阿明。 你得学会放松点，啊！我不明白，你又让我们提高警惕，又让我们放松。太紧了不行，太松了也不行，这样得掌握火候，啊！火候，不是什么叫火候？哈，那俺就得给你讲讲做饭了。你比如说，老姜做饭吧，那火大了，锅糊了。 火小了呢，馒头又蒸不熟。这不大不小，正合适。这样就叫火候。哎哎哎，阿明，不能这样老躲着人家，啊，叫人多伤心啊！ 你去找古兰丹姆谈谈，后天。 咱们解放军的驼队就经过这儿，啊，你让他跟纳鲁子尽量不要出门，免得万一打起来伤着他们。我去查查哨，先去吧，啊，快去，去吧，啊。阿米尔，我都好几天没见到你了。
是啊，古兰丹姆，我忙，我是解放军战士，随时都有任务。你总是有任务。对了，古兰丹姆，这两天你跟哪吒尽量不要出门，要给我驼队了，弄不好会打仗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阿米尔，谢谢你，你对我们真好。我在执勤呢，你先回家吧。 我得向您检讨，平时工作很忙，对清真寺里的关心也不够。你是不是还缺什么？顺便让托队卡什捎过来。嗨，这么大的一个清真寺，吃的、用的，一定要到头来交接些东西，不缺什么。谢谢你，白克山长。我替全塔哈城的人民谢谢你了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我可没做什么呀。要是没有你提供的秘密通道。 解放军的驼队怎么可能这么顺利的过去啊？哦，秘密通道，白克山长，一定是误会了。我可不知道还有什么秘密通道呢。要是叫道路的话，应该去叫牧羊人。我听说过这么一个传说，心里好气，所以来请教阿红。哎，地下明珠只告诉我们有驼队经过骆驼岭。 可秘密通道的事儿，连个影子都没有啊！再等等吧，说不定地下明珠也在找。再等，光是饿，部队也要全军覆没了。不能再等了，就是鬼门关，我也要闯一闯。明珠啊，我觉得我明白你的意思。 就算是垂死挣扎吧。上，慢着点。停。 他们怎么搞的？提供这样的情报，我也觉得情报很可疑。你是说，情报不是地下明珠给的？情报确实是他给的，但不是真的。什么意思？我怀疑地下明珠已经让解放军发现了。这么说，那边将没有人接应我们，我们将会被困死在金沙川。同志们辛苦了，三班长。老班长。
英雄啊，哎呀，英雄！英雄！哎呀，我是三班长，看你这脸，一个硝烟一熏呐，那真有一比。那真像是刘备的军营里的猛张飞啊！老班长，哎，我听明白了，杨排长还是在说我有勇无谋啊？没看，哎，那张飞的一声怒吼，那是震断了当阳桥，吓退了曹军数十里。你的三班长领着我们排的战士，打退了马占江，守住了我们的骆驼岭。我就是再有谋，也不能没有你们这帮英雄啊！那是，就是。哎，排长。 古书咱没读过多少啊，张飞是谁，咱也不认识，但有一点，我刚说不比他张飞差。那是。艾娜。 今天无论年纪大小，老幼尊卑，你我都是兄弟啊！我一个个跟你们喝，这杯酒我就先干了。营长，我敬你杯。 这酒可一滴都不能洒，洒在地下，我可让你把它舔起来。是，好样的，营长，我也敬一杯。 都是跟着我这么多年吃苦受累，都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。话不多说，都带酒里来，干了！干！怎么样了？头疼。好，我给你找药。 孙副官，马营长喝多了，说是头疼，给我找些药吧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叫军医。你甭管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还是看着他吧，我怕他会吐。深更半夜的，别床前没人。你把药送来就行了。
吃醒了。阿依娜，就这么守了一宿？你昨晚喝了那么多酒，是他们把你抬回来的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哈尔城到了金沙川这么久，我和我的兄弟们太辛苦，太苦闷了。昨晚一醉，好舒服。这得感谢你，阿依娜。这些情况，你不说我也看到了。我从来没想到一个军官，在这种环境下，还带着病。没吃的，也没穿的，还想着打仗。你为什么不想想别的出路呢？什么出路？我怕你这样沉下去，能沉到什么时候？到是什么结果？放心吧，阿依娜，牧马湛江不会山穷水尽的。营长，有两个兄弟为了一只兔子动了刀，死了一个。为了口吃的，兄弟相残。执行军纪，这样不好吧？大家都饿极了。好好解决一下吧。是。营长，怎么？还有事吗？我想跟您说句实话，我觉得解放军现在站得越来越稳，咱们恐怕打不回去了。我想了好几天，想劝劝您，不如干脆咱们带着钱走吧。当初马成祥、叶成那些人看到形势不好，弃官而去，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去了香港、台湾、美国、印度，都过上好日子了。咱们在这个穷山沟里待着，党国不闻不问的，也许早都把咱们给忘了。现在走还来得及，不管去哪儿都能过上好日子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勉强大家跟着我在这儿等死。可我还是那句话，军人丢了地盘就是天大的失职。我是非要把塔哈尔打回来不可，否则的话，走遍天涯海角，就算金山银山遍地，对于我来讲也是苟且偷生。马营长，这我得说你死心眼了。男爷们当兵打仗为了什么？荣华富贵、前呼后拥、金钱美人，随叫随到。可你看看咱们现在混的，啊，连要饭的都不如了。马营长，咱们得想想出路啊。这么说你想好了？那咱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真是，我现在想想，那可能是个幌子，什么收复新疆啊？拿什么收复？咱们都没吃没喝的，铲成这样，他们管咱们了吗？我说呀，咱们往外走上那么三五里路，
那就是别的国家的地盘了。他们也希望咱们是友好联邦啊，是不是？只要咱们过去，跟他们开开口，那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，钱、枪、人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到时候打回塔哈尔城，那不是易如反掌、手心手背的事儿吗？友好邻邦，他们凭什么给你枪、钱、人？做买卖占山头，还有着友好邻邦啊？我看都是一个意思，相互利用、公平交易呗。咱们啊，大不了答应他们两三个条件。我一个条件都不答应。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马占江守卫疆土，守卫的是中国的疆土。赤良当兵当的是中国的兵，境外那帮人眼珠子瞪圆了看着我塔哈尔，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防贼似的防的就是他们。你今天这句话是让我卖国求荣，那跟汉奸有什么区别？我告诉你，以后这话还不要让我听见，否则别怪我跟你翻脸。那我也把话挑明了吧，你想打回塔哈尔，我觉得是白日做梦，你就等着你真神降临吧。我贾哈达尔不逢废了。贾哈达尔，我马占江待你不薄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在这个最要命的时候，谁要拆我马占江的台，不是我死，就是他脑袋搬家。马营长，我可是为了大家着想啊，啊，我可没有别的意思。孙副官，把人埋掉，该关紧闭的关紧闭，解决问题。是。你这管家的，怎么当的你？啊？今天怎么把野菜都端上来了？这是给人吃的吗？这是给牛马吃的，你知道吗？简直是反了你了，二太太。您听我说，不是不好好伺候你，是家里实在没有多少粮食了，大家节省一点。咱们在这儿荒无人烟的地方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。就那么点粮食，大家剩几点吃吧。那我们待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不离开这见鬼的金沙川？难道我们在这等死啊？你叨叨啥呢？你有本事叫马营长他放你走，你就走。别难过了，阿姨，大家心情都不好。我真不明白，我爸爸这么老了老了娶这么一个女人。老爷也有逃亡不得已地方，就比方说他自己并不愿意来景沙川。二太太的脾气不好，可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对，留在景沙川就是等死，应该有想法走。也不是没试过，马占江绝不会放我们一家走的。这么一天一天肚子空空的，多么难熬，饿着肚子的滋味肯定马占江也不好受。这么撑下去也撑不到秋天，就算撑到了秋天又能怎么样？金沙川的地上长不出一粒粮食，夏天和秋天挖几棵野草，到了冬天呢，那就更难熬了。也许到了冬天，金沙川不生别的，就剩冬饿而死的累累白骨了。我看到时候
你在哪儿？马英江在哪儿？马建江会想着他那凶心报复吗？他了，你不是一般的歌手。艾娜，我和你们一样，也想念自己的家乡。那，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？你想一想，马建江不放你走，能放我走吗？如果有一天真的能走的话，我还希望咱们大家一起走。阿依娜，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姑娘，也许你能救咱们所有人的命。营长，在营长来了。让你见笑了吧？这哪是军队，简直溃不成军。不如放弃。走吧。去哪儿？离开金沙川，咱们一起到国外去。我知道你的心思，也知道你骨子里的英雄情节。可说到底，从古到今，从国内到国外，没有永远的战火。无论多大的英雄，也还是有一天放下武器，要过最普通、最平凡的日子。不说远，就说二战的时候吧。美国的巴顿将军，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，苏联的朱国富元帅，他们无一不是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，叱咤风云的英雄。战争一结束，他们也要迎接了和平。就连为希特勒出生入死、号称沙漠之狐的罗米尔，也在二战后期一提到和平，不止一次劝说希特勒争取有条件的向盟军投降，就被希特勒逼迫服毒自杀。看来你还是挺懂战争的。我在欧洲这几年都关注着我自己的祖国，盼着战火早一天平息。阳光海的解放军就在山的另一面，战火远远没可能平息。平息不平息全在你湛江，只要你放下武器，这些兵自然就会放下武器，战火自然就平息了。阿依娜，如果不是我相信你，我简直怀疑你就是解放军阳光海派来的说客。以后我不想再听到这些动摇士气的话，否则怎么样？就算是你，我也不会客气。马营长，如果你的士兵有士气，难道怕我小小艾娜的动摇吗？退缩在这大冰山的一角，枉问人言。我不知道在马营长的胸怀中看到了什么样的前景，你的士兵恐怕不是士气的问题吧？再过一个月，你的士兵是不是还有人活着？这还是一个悬念。只要我活着，他们就永远是我的士兵。你真是一个自私的军官，这些士兵只不过是你的一个赌注，是你的寻葬品。没有这些兵，马占江你单枪匹马怎么跟阳光海解放军抗衡呢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？共产党派来的卧底，我没有那个荣幸。
我只不过跟你说了几句实话而已。马营长在金沙川，除了我艾娜，恐怕没人敢跟你说一句实话吧。就是因为这些实话，要开枪打死我，就说明我说到了你的心里，心里也是这么想，可是嘴上不肯承认。如果是这样，我艾娜死也在心里蔑视你。旁白大叔，卡拉，我真为咱们的小姐担心呐。马占江不会开枪的，他喜欢咱们小姐。卡拉，这个地方熬不下去了，要想活命，咱们得赶紧想办法走啊。他不会让咱们走的，我们知道他的事儿太多了。那咱们就陪着他在这一块儿等死啊。卡拉，你天南地北的跑了这么多地方，总该知道有一条活路吧。阿文巴耶大叔，咱们走不出去呀。卡拉，我老了，就是死也要把这把老骨头扔在冰山那边去，守着叶儿千和，看着穆什塔克峰，死了也能闭眼了。大叔，别难过了，啊，卡拉，想想办法吧。老姜，哎，给家人们吃的喝的都带足了吧？都带足了，排长。好。排长，哎呀，咱们天天都上冰山哨卡，今天你怎么这么普通话的？啊，给，留着冰山上喝。好，看到这么好的形势啊，咱们的战士们穿得暖和和的，吃得饱饱的，上冰山，我就打心眼里高兴啊。这马占江这会儿在金沙川，还不知道起床没起床呢啊，与其饿着，还不如躺着。躺着还舒服点儿。哎，你笑什么啊？舒服啊，不如倒着；好吃不如搅的，懂吗？哎，排长，你还别说，咱们还真有些年没吃饺子了啊。哎，老姜，哎，菜园子交给你了啊，那大白菜你可给俺看好了。哼，等到秋天的时候啊，咱全排真得好好吃一顿饺子，嗯，大白菜拌羊肉馅儿，多香啊！啊，班长，你就别说了，说多流口水了。哎呀，那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呀！住大房子，睡大炕，抱大胖小子，吃大馅饺子。哎，排长，那就是共产主义了吧？不会让你等那么久的，你呀，这回好好的上冰山。等我们把眼前的敌人全部消灭光了，我就放你个长假，让你回家好好的抱抱你那个大胖小子。哎呀，等俺回家了，俺就对俺儿子说，当年啊，他爸爸在冰山上站岗的时候，一想起他那细皮嫩肉啊，就对自己说，就是为了让你顺顺溜溜的长大呀。谁想变天，谁想给俺作对，姥姥，他爸爸手里的枪可不是吃素的。集合，来，走走。真神在电报中十分恼火，急于知道秘密通道的下落。金沙川的国军出军已经非常困难，必须再打共军的驼队救济。沙饼，这个任务要马上完成。怎么完成？只有阿轰知道通道的秘密。既然阿轰不肯开口，就把整个人弄出去。出去了，说不说就不由他了。你要绑架阿轰？傻逼，你怎么了？有话慢慢说。是铁匠阿拉木柱死了，等您给他念经送到上路。真主指引他通往天堂的道路，
阿门，阿拉阿克巴，阿门。我到提江提木尔家里去一下，有什么事从那儿找我。撒贝尔，你请我来给死人念经的，这干什么？请您原谅我对您的不敬，从现在起，你得跟我走。我不会跟你走的，我有真正给我的使命，我不会离开塔哈尔，也不会离开我的教民。对不起，这些事儿已经由不了您了。上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站着！哎，你这事儿这。像燃烧的火，它像着。